娜姐学校发了一个人防应急包，是放假那天发的吗？嗯，这两天一直很忙，一直没打开，很好奇里面装的是啥，大家看看，是每一个学生都有是吧？对。哇，你们学校500多个学生的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应急毛毯。毛毯，这个是什么？应急水桶。这个是水桶吗？对啊。怎么样的水桶啊？大家看看。是这样子的。可以可以，挺好的。配的还有水杯。你待会不会复原的吧？没事。还有一个板凳，折叠板凳。对，哇，还有就是一个灯，以及手电。哦，手电筒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水壶，哇，应急水壶。这个是个灭火器，还有灭火器，简易版的，简易版水机灭火器，你会用吗？不会。这个是手套，对，还有一个手套。然后这个，这里头是这些纱布，还有这些。降温的哦，这个是医疗救急配置清单。哇塞，考得这么周到啊。还是还有小的，应该是药还是什么，我忘了。哦，这个是这小用的，就求救的。哦，求救，这个口哨是吧？这个呢？这个指南针。指南针我不会用怎么办啊？它上面有说明书。这是扎玻璃的吧？看一下，这个是打火的。哦，打火的，打火棒。这个就是口哨的啊，吹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好响啊！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锯子。锯子？嗯。哇，这么小型的锯子。嗯。怎么锯？哦，这个东西也太齐全了吧！这是我们去野外的时候背出去的吗？放家里。荒野求生，娜姐背出去，敢吗？不敢。这个呢？对对。完了，你复不了原了。哎，还不错。这个毯子还蛮舒服的嘞，这毯子很舒服吗？对呀、啊，在野外的时候很冷的时候，晚上不是很冷吗？就可以拿出来盖着，减少身体热量消失。妈呀！啊，放哪里呢？放上面。好，下次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上啊。